觉得是白，就白色的屏风。那白屏风那代表什么意思？说这里就是这里，然后就是那个把它的那个内容，就是可以不用上，就是在讲的时候你可以那个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都非常认真哦。在老师还没来的前三分钟，哪一组表现得最好啊？龙妈，龙妈，招财，好，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就知道你们谁比较厉害了。龙猫组的组长，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就跟他们特别提点一些，就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字型，就像就是。像酸它是有两个字，然后像手字旁就是动词，然后木字旁就是名词。哇，教这么深齁，可以取代老师的位置了，很好，给他掌声，你们给他掌声啊。那 Kitty 猫组呢，组长，你们就是那个形音力该补充的也有补充，然后比较容易混淆的字音啊字形都有做补充的东西。那提问表有稍微给他们文本的一个概详吗？都差不多了。招财猫组呢？嗯，一样有补充了一些形意的部分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再带他们再读一次文本。哦，你有带他们读一次文本，三分钟就读完了，表示你们这一组有预习，这样很好。那加菲猫组呢？我们刚刚就是看文本，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，然后讨论一下心智绘图该怎么去。感觉你们好有企图心哦，心智绘图已经进来了吼。好，那没关系啦，反正就只是一个课前的暖身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文本之前，老师有一些小小的影音要跟大家分享，有没有很期待我们每一次的要进入文本前的影音教学啊？有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喽。